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土星妈咪。那今天呢是1月12号，星期日。我们现在呢去买羊豆腐，要拿去爸爸家那边和土星庆祝生日。那待会还会去拿一个蛋糕，拿土星的生日蛋糕。We go take a birthday cake right later.Go take birthday cake and now we buy food, right? 去爸爸家帮童星庆祝生日。So how old are you? How old? How old 呢？ How old 呢？那童星已经5岁了，真快啊！待会我们买了去爸爸家的时候，我拍给大家看那个羊豆腐，其实它非常的丰富，它就把所有的鱼肉啊养进那个素菜里面，比如说茄子啊、苦瓜呀、啊。还有辣椒啊、白豆腐啊，然后有水饺之类的，非常的丰富。待会也会去拿一个生日蛋糕，待会开给大家看哦。我们已经把那个羊豆腐买回来了，现在我把它换去盘子里看看有什么。好多，这是炸料，我们把它倒出来先。买了很多，但是也不是很贵。这个是炸水饺，都是炸水饺。我也有家人很喜欢吃这个，之前他们也吃过，说好吃。这是炸腐竹，腐竹啊，腐竹，是很好吃的。这碟现在看不出它是什么嘛，只是它是纸包鸡，要先将那个纸拆开，里面就有一个鸡。我们用了这个箱子去装的，因为太多了，都满到装不下了。我现在把它们拿出来，太多了，满座都是。好大煲汤，好热。这个是羊苦瓜，中间他们就羊了一些鱼肉，好大片呢、啊。还有这个是红辣椒，他们的辣椒没有很大。但是我本身很怕辣，就我很少吃羊辣椒，我家人爱吃。这个就是猪肠粉。食物全部准备好了，很丰富吧？童星拿到礼物哦，我们去看他拿了什么。哇，很美哇，好像要 open 吗？你的 present 来的哦，我的 present。新的生日蛋糕是他喜欢的那个森林家族，很可爱哦。